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们玩一款电池跑酷，我们现在化身为一个电池啊。那我们看这个游戏玩什么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按下去，怎么累格了一下？哦，我们获得了10颗电池，现在有11颗。哦，我的电池好多哦。哎，这是随充吗？他们随充现在是吃电池的。哎，哦，我们先把电池用多一点，尽量不要去装在那种电池要用量很多的。我们装这个，哎，小兔兔，小白。初学者，好的，他的翻译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获得15颗电池，哎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获得了这个钻石35颗啊，应该是可以拿这个来加一些技能之类的。哦，看到了，加这个电池可以干嘛？哦，变2颗电池了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直接开始了啊。那这游戏真的有点顿顿的，不知道在顿什么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随充旁边那个是吹风机吗？我们现在。这个电池看能拿多少颗啊？这边3个，哎呀，不要再拿错了电池了。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滑动可以丢电池？哦，10倍！哎呦，不用了，谢谢，不用了。5555哦，那加了几倍？总共，喂，哦，126颗钻石哦。来，我们看能不能再多加一点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力量？加力量可以干嘛？力量会变很厉害吗？我们还有200颗钻石啊，加3颗电池哦。我们力量，我们的这个电池的样子怎么变得不太一样？我们电池变成浅蓝色的哦。哎呦，闪一下，装三颗，这不知道谁家的随充啊？哎呦，加速，可以，哎，这里还有 checkpoint 哦，这个电池，哇，没有全部吃到，哇、哦，我这下电池超多。小白竟然在最下层，听到了没有？小白，你是最下层的哦，扑落哦。OK， 我们现在有3颗电池，哎，这边，嗯哼，多一点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怎么有电池凹槽放在这个路上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 YouTube 广告吗？哎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。可以拉起来，应该中个20倍，哎，好像没有20倍，10倍是，我也是很蛮多的啦，93好不好？93不错，收入可以再加，这肯定是要加收入的，好不好？哦哟，来，电池，这个力量我是真的不知道力量可以干嘛啦，它让我的力量有变比较大吗？电力比较大是不是？我这个装3颗，哎嘿，我们要省我们的电池啊。我这个，呼，吃起来哦，有没有超猛？哇，中间怎么有一个黄色给我吃？偷渡一颗啊！哎，不要偷渡我哦！电风扇，来，哇、哦，这个也吃5颗，太多了吧？哦，拉霸机，拉起来！哎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哦、不够，竟然有不够的状况哦！收入多加一点啊？什么？哦，因为我没有200颗，可恶！我多加一点啊啊！这也太亏了吧！搞什么啊？哎呀，他那个像牙齿的东西是什么？会把我的这个电池给压烂，是不是？哦，闪一下，这个 ，OK， 这里，仙人掌，哎，它在动哎，好可爱啊！嘿，好、哦、来，我们要扔动我们的，是啊，这个、啊、怎么都7倍？等一下，多一点，射错别的，有，停，怎么烧3倍啊？射啊，不用，怎么会变成？哎、欸，他跑那个广告出来跟我说你要不要？你不要的时候，那个其实在后面还在跑，太卑鄙了吧？搞什么鬼啊？啊，还好我有250颗，增加收入。哎呦，哎，这吃太多颗了吧？你们家谁家随充吃这么多颗电池啊？哦，这娃娃只要3颗，3颗电池的这个兔宝宝，咻！哦，这个吃起来，这没吃到。哦，加26颗，可以。我当然是选这里啊，那有点亏哎、欸，其实。好，来小白，哎，轻松突破小白，初学者 Pro， 没有 Pro， 应该顶多到 Pro 级别啊。这50颗感觉拿的有点少的呢，加油！趁这个机会，喂，哎，免费过关，好不好？免费给他过去啊！
我，呵，啊，怎么只吃到一个？那个时钟吃太多颗了吧？太开什么玩笑？你家时钟是要用200年是不是啊？吃那么多颗电池是要死啊？哦，来，叭，应该只有 Pro， Pro 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是，怎么只有43？怎么那么衰 ？OK， 143颗，我们等一下就一定要充钱了，好不好？钱要充越多越好。不要再拿我的电池了，电池这电池荒啊！哦，这里，3颗，好，这就拿起来。哎，怎么选也不会是选刚刚那个地方嘛？来，这里，哎，拿走3颗没关系，都给你。我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神奇的星光卡？不要！不要哦，10倍哦！我的技术真好，怎么10倍只有81颗？您家的10倍有点烂啊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家的10倍真的不太行啊，这力量要不要加一下力量？哦，我们的 power 变强了。请问这 power 有什么好处吗？我们走这里好了。咦，干什么东西？他拿着我的电池到底要做什么？这里。5颗，哦，我没有变比较多颗啊。来，射啊，射出边，太早，射。来了，射，这个时候就对了。啊，有没有？再等，到，射。怎么都是7倍啊？7倍，走开好不好？太慢了。再早点，这时候，有了，剩最后一颗。不要闹！哇，他又来了，他每次我快射完就是要问我一次，哎，你要不要多电池啊？不用，谢谢。哦，188，所以加电力很有，这个力量是有差的，力量其实是有差的。哎呦，188颗了，各位怎么说？哇！怎么突然打开啊？被狮子大开口！这个好，中间一定选中间。哎，怎么说？这里！哎，怎么都是吃的？哎，给点电池！哇，太亏了吧！好，他等一下又要问我了，我们提前射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移动。不行！这时候这样，好，来问我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这很坏，问那个多少？144，你看被骗了，骗走我的电池啊！喂，怎么说？如果是这样子，他会怎样？我看懂了，原来是要选那个。那有斜坡的，他是装完之后，他帮我把那个机关拿走，所以我一直选错。哦，螺旋电池怎么说 ？OK， 来，我们可以超越 Pro 吗？超越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超越，我们来，快来到黑客了。这多少？54颗，这超烂的，这真的超烂。加一个收入好不好？收入加起来，嗯哼，这边你先吃没关系。这个给你。没关系，这个补起来，这给你，太多了，障眼法，我被骗了，哎呀，没吃到，都被骗了，我有一堆电池被骗走，哦呦，各位看到吗？神奇的技巧，太痛了吧，完了，这有到黑客吗？黑客，好像没有，一点点，什么时候能突破黑客？71，看来是有比较多一点了啊、收入还不行，现在只有81颗钻石啊，先吃起来，该死的东西，1、2、3、4，我、这遥控器，你们家遥控器是什么？到底电池是，真不太懂为什么你们家的遥控器会需要用到这么多电池啦，我错了。刚刚一开始就选那边就好了，会满吗？我看看，好像不会满，
Oh no， 49， 越来越少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收入明明就有明显增加，对吧？哦，哎哎哎，加22颗，我们先看能不能突破100颗电池。哎，我减3颗，好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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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叮，减一下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，现在已经来到15等了。哦，来，这应该有，这应该有，这个有，来抽起来，10倍，10倍，这什么烂游戏啊？怎么10倍旁边的1倍啊？搞什么东西啊？是非洲是不是啊？非洲光啊？那运气这种东西真的是不是我能决定的？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是希望能有个10倍啦，好不好？这游戏到底要不要给人家10倍？你要我介绍玩家一起玩这款游戏，是不是应该给个10倍啊？不然我的观众怎么会想玩呢？对不对啊？难道你们是想要挑战我的运气吗？各位观众，你们想要告诉我你们已经抽到10倍了吗？那你会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黑客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黑客，哦，来了，69，为什么会比较少？这个游戏是哪里怪怪啊？他应该是脑子坏掉了吧？走这里，他应该不会站起来。是，通过通过通过，免费通过，免费的通过这个关卡。诶，吸起来。诶啊，这边有点，这边必须要给一些啊。啊，这个打开是不会有人走那里的，好不好？别傻了。哦，来了，又是一个黑一个。哎呦，差点全部没有，差点全吃到。不不不不不不不起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黑客，各位观众，黑客，继续继续，2299等级4，我好像差一颗电，差一颗钻石就能加电池的这个能量了。哎飞，它转起来的蛮有效点啊。为什么飞一下都要转一下呢？这么可爱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吃吃吃，哎哎没吃到。哎，没全部吃到，那也能全部吃到吗？搞不好可以全部吃到。我来了来了，我最爱的关卡，跟着他跑，跟着他跑。啊啊！不要啊！哦，232，哎，真是超爽，232真是超爽。来了，嗯，在等级这是要600是不是啊？嗯。电池的电力吧，电量很重要，我觉得哦，我觉得电池看起来超高级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高级的电池 ？OK OK， 补起来，耍一下，有没有？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各位看到了吗？那个神技巧，只有我可以办得到啊！这，呦，好险！闪开闪开，来来来来，补三颗，全部吃起来，超过。突破骇客吧！啊！哇，突破了！哇，好多钻石，好多钻石，好多钻石！哇，107！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啊，我懂了。来，我反而觉得电池一开始的起始量其实没那么重要。可以让它飞走。今天的电池量比较少哦。喂，飞过去捡一下，这个给他拿一下，嘟嘟嘟嘟嘟，啊，中间，4颗，3颗，4块5颗啊，那个5颗了吧？呜、哦，差点被割到，哎，好了，我们来扔电池了，扔电池游戏，我射这里，哟啊！怎么都7倍？7倍可以走开吗？谢谢。有了有了，他等一下又要问我了。啊，有没有？这时候问我有没有？哦，我已经抓到这个诀窍了。我要提早射，让他问我。啊啊，2杯啊，可以。哇、哦，313呢？哦，这电力是肯定要加的啊。钱留着，电池量都没有什么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那么差一颗而已，我想差一颗真的留起来加别的东西会比较好。
各位，这是前辈们给你们的建议啊！我已经是这个高级的这个电竞选手啊，我是电池跑酷的电竞选手啊！这个拉霸可不可以来个十倍啊？可不要那么臭吗？是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这游戏啊，可以624先赚一下吧。我要把这个电力跟这个钱那个收入啊，收入跟电力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这游戏我感觉，喂喂，哎，怎么说？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等级的电池好漂亮，我喜欢这个电池的颜色，这种青蓝色的电池好好看。又是这个哦，不要啦！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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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反正有拉跟没拉一样，干脆就没满就好了。哎，668，坐哪边都一样啊，对吧？关门，你怎么没关？哦，我竟然失败了，这游戏是会死的，走哪边都一样啊，对吧？哎，我不会再被骗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不会关起来的，啊，想骗我，门都没。OK， 走这，嘿，嘿。漂亮的一集。好，这个闪一下。哦，来了，我最爱的。等一下。射，有没有？7倍、10倍、10倍。你抓到射击的时间点了。啊，怎么变七倍了？差不多红色过来，这个时候有没有？哦。我已经知道了，红色面对我的时候就开射。哎，开射！好，他要问我了，那提早问我有没有？哦，真是天才，266可以啦，越来越少，拿到钻石越来越少，那钻石是会越来越少，是不是？先加电力好了，我觉得力量很重要。哦，怎么变成神奇的颜色啊？还这个拉起来，差不多。这电力到底是可以干嘛呢？我是蛮好奇的啦。哦，还是说其实我把电池补上去的量越多，我们试试看，我把电池量补越多一点，它会给多一点。我们看看啊，来啊，我们刚补了一堆上去哦，这边是爬不上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。49啊，看来是我想太多，被吃掉的电池就是被吃掉了，不会给你更多了，好不好？请你不要再想这种天马行空的这个想法了，小光。你的电池只会被人家夺去。哦呦！哎呦呦！刚刚速度突然变超飙超快，来，这个应该可以爬上去。我们要上去了，我们要从骇客上去楼上，看能拿到哪些。哎，不会拿不到吧？只有一颗哦，只有一颗很难呢，只有一颗，啊，92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池跑酷就玩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点赞，看你们现在电池可以点到几颗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